观众朋友，今日讲好么？欢迎收看《福气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观众朋友，过好看通化么？日本有一个有名的通化，他是讲过一句话讲，其实我最相信故事的力量，一般谈的人最大的力量，同伊的感通。我们今日要收介入去通化，其实通化唔单只系伊的生意来赚的，因为通化地方有过多过沉的意思，我是见过太的人。马贵好看通话，啊！你今日有请到来宾，本带起的通话的导演，啊！伊即个马贵做贵多的通话作品，啊！就马上欢迎秋玲来到来现场。秋玲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秋玲。秋玲，即个以前是如何画图的？系咪？佮好面色的伊的声音的系咪？从小就画图这样。佮唔当初伊的求好过场地方，系咪如一出路？提米斯版啦，一直都会慢慢意识太好，安尼一路上去的呀。对，因为我还蛮幸运的是，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很喜欢画图，那我爸妈就是送我去画图，就是一路上就是画得很顺，所以我国中就念美术班，高中也是，然后后来大学是念师范大学美术系。其实我哋咧秋林吼也是行人啦吼，秋林我问一下，你喺哪片？你这个喺台南嘛吼？嗯，爸爸喺哪边的行人啊？我爸爸是高雄旗山那边，旗山那边的行业。妈妈呢？妈妈是屏东嘉东。可是两个其实讲个路线，我的南部的西安强啊。可是你这个会谈学法？会听，但说的不太好。但是讲个么？但是还一般同啊，慢慢的学学法哦哈。对啊，很像。慢慢的养过来。嗯，对。那小莫，因为其实头先你这个讲吼，你这个是通米色嘛，一路安尼拖到台风嘛吼。但是一般来讲啊，的米色呢，毕业以后可能会去做一个设计的一种工作啊。其实做嘛，我先做通发也未也部分哦。因为我是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是念美术系，但是因为就是高师大他，我觉得他蛮开放的，就是你可以就是。不只做水墨作品或是西画作品，就是你也可以就是拍动画或是拍影片当成你的毕业制作，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对动画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是毕业展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动画。后来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我非常想要继续在动画上面就是深究，我就去报考台南艺术大学，然后就一路一直做动画到现在。因为对一般人来讲，发现可能到底讲一般的画图哈，同一般的通话有嘛个差别？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观众朋友去说明一下讲画图很容易变成一个通话过程？动画就是，比方说像这个火车，它有我画的话，它会有好几张，就是我会一张张把它画起来。但是我再用电脑的软体去把它串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在跑的、跑在轨道上的一个火车。可是等于讲，伊的通话是等于讲，轨道模、轨道的土、轨道种土，具体连向下，系咪？对。刚才发伊等于爱画的精神如爱画过多批啊。对，要画很多张。但是问题是讲，你应该是用天脑去画通话，还是讲像以前的，比如那迪讲像那的迪士尼的那种卡通，一切是一种一种用手用手画嘛？可是伊的有些嘛，你反下可能，譬如我画一条行路的话，可能画一下个头上个几铺行的那些，可是我也铺下个两条呀。应该有天脑以后画一画按多种哈？还是要，就是我觉得电脑还是没有办法模拟。你一格一格去画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微妙，但是看起来会不太一样。然后我的画，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画手绘的，因为我的作品比较偏在手绘的质感，所以我还蛮多作品都还是纸上作业这样子。或者你给他等于讲，你把个提纸方，然后用吸呗，对，吸下去变成电子的，扫描嘿，然后变成，或者。等于如果你一种图，如果用手画，然后再啊，能讲收一批变成一个天子的图形，黑暗的意思哦。对，就一张一张扫。可等于来讲，你得差不多五分钟的一个短的通话吧，你差不多要做一久啊。很久。哦，因为你这是你一种如何画过呢？对。哦，没办法，像讲啊，你用天脑有得要带啊，可能就穷样的一种带。就是看精细度。要快可以，不会可能
也许就是看做法，有的可以一个月，那也有两个月，但也有可能你可以画到五分钟的动画，你要画到两三年的，所以是看里面，比方说动作的精细程度，还有背景，就是看要怎么样去设计这个动画。跟伊伊吼，其实讲可能讲通巴也系一部分，画图系一部分，嗯，最重要的系也为故事嘛系一部分，嗯，跟从即话做一啲，譬如讲可能头讲五分钟嘅通巴，无论讲即个作品来讲嘅话，佢可能脚本，可能讲脚本嘛，吓、嗯、脚本，无论讲也为故事嘅年代嘅文本，嘛系你即个想嘅，大部分是，对，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个人创作的话，都会是我自己发想，那。如果说是工作上面做的动画，我可能会想后面我会看不同的案子的类型，有的就是我可能自己会想好所有的故事，那有的我就会跟我的工作伙伴或者我的朋友讨论，看要怎么设计比较好。刚才有的问题就讲，对你来讲，你会先有画面还是先有故事啊？都有哎、欸，就会同时，同时它就是会交织在一起的，就是。我可能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我就是会有画面的，因为通常可能故事它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 idea， 伴随着画面一起，然后那个东西会就是它会渐渐发展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可是画面和故事可能两个唔管系蛮易显行，但是两个系睇你咧脑筋底部如何慢慢的去互相的影响，变成一个最美的故事，一个讲一个通发一个产生的一个过程地方。咁可能即个大学毕业以后，嗯，如有一前头路冇，有一头路冇。我先因为我是念高师大、嗯，所以我出来之后，我有先实习一年，嗯，然后我实习一实习完之后就去考台南艺术大学，嗯，那就毕业之后才开始正式就是进入职场，对。但我一开始我是先以个人。就是接案的身份，我先工作两年，后来才开始就是进一间广告公司工作。哎、欸，怎么还做广告公司呢？就是我其实从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广告。对，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大概90年代末吧，2000年90年代，那时候是台湾的广告，就是我觉得是创意很丰沛的一个时期，所以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广告，那时候意识形态的广告公司的广告啊，还有很多猫在钢琴上昏倒，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多很好的作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我还买那广告杂志，就是回去看。但是我后来没有去念广告的事，因为我很喜欢，可是还没有把它，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种子，就是埋在心底这样。对，那后来台南艺术大学毕业之后，因为我虽然是动画系毕业，可是我没有想要去动画公司上班，就是因为我的作品比较有，就是我是比较有自己个人风格的，我就是先接案，但是我大概接了两年案之后，因为可能刚毕业经验没有那么多，我觉得我就遇到我的一个瓶颈，就觉得好像就是有一个人工作的局限。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影片的比赛，那我有得奖，然后就是后来遇到我后来广告公司的老板，就是他有看到我的作品，然后就邀请我开始一起合作。但是一定是广告公司广告公司底部，你这个嘛应该不会讲能做你这个擅长的做通发的部分、嗯、应该把它做其他的一些启发啦，或者做某个特殊的工作吧。其他广告公司应该要做的事情会差吧？对，就是但我之前我就是我跟到那个老板，就我遇到那个老板，他还蛮特别的，就是他叫李宗柱，然后他另外一个老板叫李嘉贤，他们是一对就是搭档。那他们很特别的地方是，他们因为他们很注重创意，所以就是他们很反而就是很鼓励我继续做动画，然后去发展自己的风格。那我一开始虽然是用合作动画的方式进去，因为就像主持人提的，里面广告公司里面有很多分工，所以我就进去之后，我就是会就是跟着一起做这样子。那杜浩嘛，还有的几滴讲本身因是讲一个工作地方，可能我有某可能的类别哈，比如讲头先你讲启发啦，无你讲的啊接业务啦哈，因为某一个某业务去帮衬你，你乱这个某某钱去做的东西，嗯，包括后来说你做东西地方，你用来去上也要
人学学的东西，安样去去呈现伊个主题啦，吼，最嘛安样用画图的方法入来啦，无咯用摄影样个方法入来，其实体验比广告公司应该可以好多好多吧。对，就是他给了我很多很好，然后很多的工作经验，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刚好在我之前，我觉得我一个人刚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缺少的部分。对，可是基本你边个提供，你今下还有这个成立的算是公司的嘛哈，一个公司。咁这个你咪讲当初要不要广告公司的一个经验，变成后来这个变成一个独立工作，还是成立一个工作室来讲，有天数吗？有，觉得差非常多，就是主要是沟通，还有那个就是你对比方说像我，因为在广告公司阶段，其实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怎么样去跟老板就是提我的 idea， 然后怎么样把它呈现出来，那这些经验对我后来工作的帮助都很大。这个出来开工作室的时间，如果一天面对你的客户呀，对，跟你这个一部分，你这个你比讲有慢慢的去练习到了，对，然后而且去提案的时候，因为你会听老板怎么提案，你就在旁边就是会就是看他怎么就是跟客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学到很多是你要怎么样让客户去想象你想要呈现的画面。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用说的，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不一定就是能够很好的传达给人家。对，像有时候比方说我跟我的朋友我们讨论一些东西，那可能我们两个都是学视觉的，但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画面其实都不一定有交集的。那我觉得学到很多的是你要怎么样尽量把你想要呈现给对方的，就是尽量让对方可以想象他可以是长什么样子，那可以做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我在这边学到很多。其实有过这样的经验以后，你慢慢的提供能用把你这个脑风上多的东西发面，对，一般一般的人可能上的东西没同中央的人一定，对，你这个来讲嘛的东西，对对对。可是对于这规划画图的生意呢，变成一个开始开这个工作室的一个土壤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的秋天嘛，学过几多，比中间嘛经过几多的会奇妙故事哦。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来几多个精彩故事。翻过来，复起来，我哋见咩内边系树林，系啲天罗通花嘅一啲土壤。嗰阵我哋见噶，又要推喺节目地方，我哋阿嚟收嘅讲，伊参加过那嘢，伊啲表演嘅一种通花嘅结果，冇咗嘢嘅作品。我想问一下吼，其实你这个做一啲通花土壤，冇咗个做一啲通花皮合杂啦吧？其实你对一啲作品地方，有时间可能让一啲，可能讲皮合某一部分，好，去比到讲爱展现到。可能天上都有用的东西啊，无论讲伊在发通爱用的东西，不过其实你这个参与的长度其实有多多少少系无穷用的啦吼。对。可是相比的话，你更加讲，我哋前一站的就我哋天，我哋台湾的天上地方，归热门的一点，我哋讲阳光普照。嗯。佮部分，你这个系参加系哪部分啊？里面的大儿子在跟他的女同学，他们在。公车站讲话，然后他们在讲司马光的故事。哦，这边有一段通发呢。对，然后那边有一小段就是动画的表演。跟你那边同我的观众朋友收个讲，譬如讲从安内安内发，你这个接多时间，系咩天然的土壤中梦红哈，以前跟你同讲，我要玩玩个东西，我要用用个嘢设施，我要用用个嘢玩法，以同讲还是讲。我都同讲啊，可能有一段，譬如讲，医生咩话，一啲时间，然后我表现某个东西，但即个一同我挖出一啲东西咯。它的空间其实很大，然后这个动画，其实我主要合作的对象是一个叫谢文明的导演。那因为他是一个台湾很有风格的一个动画导演，那所以就是钟孟宏导演就是找谢文明一起合作啊，因为我跟谢文明我们之前是。在南艺大的，他是我的学长，那我们从学生时代到后来，就是到现在都一直有在合作，他就找我一起去做那一段动画的美术。
那里面设定的过程是，就是我会跟就是文明讨论说，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风格是适合这个片子的，就然后一定是会根据就是钟茂宏导演他之前我们看过的片子，然后我们对他的就是影片的就是对他影片的理解，还有对那一段动画我们去设计说看怎么样的风格比较适合。对，可是我们这时候拿出某种样的风格本给你说导演线吗？还是说你这个家庭的乱来做？我一开始会先去做很多的功课，对，然后可能也会看说这个案子是就是他这个案子适不适合我。对，因为有的时候他如果是要那种很美式风格啊，那我可能我就是不太会画美式风格，那我就是一开始会先看工作的风格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我的话我可能还是会就是针对我可以做的还有我有兴趣的，然后去想说可以怎么样做这样子。那Helen这个八东西总好以后有先问给我们说突然看看起来以后有很怪吗？大部分都还好，因为有看过我就是会来找我的就是导演或是就是客户，他们大概都有看过我的作品集，所以可能他们知道我适合什么样的类型。然后有一些比方说像刚刚提的谢文明，那他可能因为我们比较熟，那他可能知道我还可以做其他的方式，那如果说有合适的机会，我们就会把那个方式一起再画出来。可是等于一定可以请以前以他有的提供，你这个适合跨过三重汪洋的风格的一个作品。可是以你嚟讲，因为风格可能比我提嘅片系适合嘅时间，如果佢当然都会请嘛。因为我哋提供，其实我这个同事嘛有做过我哋嘅麻将厅五十一家最佳剧情片的一啲。介绍我样片，他当初呢，我接到也被样片的一种笔筒。那就是我又要再提一次，就是谢文明导演，对，因为我们合作过就是非常多的案子。那会做到金马是大概从2015年吧，就是那一年的金曲奖，就金曲奖那一年的舞台投影设计，就是集结了很多台湾很厉害的动画工作室还有设计师。那就是做出了就是大家就是耳目一新的舞台投影，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觉得颁奖典礼都越来越讲究就是后面投影的设计。那文明他是金马51届还有52届就是典礼的就是典礼投影的视觉总监，那他就找我一起去合作就是那两年的就是金马的投影这样。可以当中不一样工作的时间，伊都同讲一部分都搞本，还是讲伊有同讲啊，按样来风格啦。我跟他合作，因为我们很熟悉，所以我跟他合作就是我们会互相的，就是丢 idea。对，就是我可能一开始我看到一个东西之后，我可能就有大概有一个感觉，我觉得我可以设计什么样的画面。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先从，我可能就是会先找，也许一部电影，然后我先试画，然后我们再讨论就是彼此的想法。你没有从因为我们讲最佳剧情片的一个介绍影片，但如果唔爱把亚美样片地方、天阳地方，可能最重要位的场景那地方出来。可是我这时间你要到一米的样片地方，你全部都可以看过哈。因为有些片子它可能那时候还没有上映，那我就会就是。在网络上面就一直寻找那个影片的资料，然后有些可能他甚至也许有的还没有释出预告，那我就去找他的也许一些剧照啊或者是文字叙述，去想象他的主题是什么。可是对你来讲，其实做一件事情，以之前爱做的功课系几多啦，吼。对。你比如讲，从后来嘛有同我哋那客家电视台里边过有名的一啲戏剧啊，就讲出镜事务所，做我哋那片头一啲设计。从一个工作，当初很用的去发本，冇得讲，这个很用的去设计一个片头的一种设计咯。这个是跟台湾一间就是。一间动画公司，它主要是做
电影的就是特效设计，他叫做绿野仙踪。那我是之前跟他，是我合作的那个朋友，我们之前一起有合作过，就是王小弟导演的一部作品。那所以他们公司在设计这个片头的时候，就找我一起来做这一次的美术。对，那主要是他们会先设计好，就是动画脚本，然后我再跟他们讨论什么样的美术是我觉得比较合适的。可是通发的脚本已经写好诶，但是以个主题的呈现方式，冇加添，又搞不就要加添。对，他们会先设定好，因为他们会有他们的想法，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像什么样的就是风格比较合适，然后我可能看到之后，也许我觉得，好像可以这边再加一点什么，或是哪里再做一点点调整，就是其实都是彼此讨论出来的过程。可是等于讲，你要作品底部，其实我运用的呈现的方法，无论讲你要给上面的图画运用的方法，我从几多年去讨论，然后去最慢能决定讲，你要铺古页通方底部运用的去呈现，也要内容，还有以呈现出来的各种画面啦，各种通凿的方法，对，那从几多年去讨论过一件事情。对。比方说像片头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这些都是其实都是团队合作的成果。那我会有我自己的风格跟我擅长的方式，但是很多都还是在彼此沟通跟讨论上面。但这也是它好玩的地方，因为其实如果我自己个人创作，我可以就是尽量的做我想要做的东西。可是如果我跟别人一起合作，有时候就会有不同的那个呈现方式可以出来。里面的提供其实我们给他看得多一点，我们有点像爱的那天阳故事，也部分的话就等于说后面你这个组装的事情就变得多，等于说比如说我们底部画面的呈现方法吧，我们底部人工的用法啦，你这个去想一件事情后面等于说你要成分就变得多了。对，他这个我们的电影故事，他是帮国家电影中心，他们有一个网站叫做认识电影，然后那个认识电影里面它有很多教材，然后他们是设计来就是给国中高中的老师当做认识电影的辅助教材。那里面的就是国家电影中心的人非常用心，他们研发了各式各样就是可以去推广电影的方式。那我一开始是先跟他们合作认识电影这个网站，那这个网站我是帮他们做美术设计，然后还有里面有两个单元，是一个是在教大家电影拍摄现场它有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有什么样的分工，然后另外一个是一个电影就是从头就是从一开始发想到最后拍摄成电影然后上院线的成果。那我在做那个认识电影网站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是用纸偶去帮他们设计，就是里面我要怎么样去讲这个故事。那我是先跟他们合作，就是这个部分之后，就是第二年，他们想要做一个介绍，他们想要去做一个介绍认识电影的一个影片，所以就有找我一起来做这一部片。这部片等于讲，一本的不一样内容，如有本人故事的内容，还是有某个东西的本质来改变。国家电影中心他们给的空间非常的大，因为认识电影它最本质还是它就是教育。那我在想说教育要怎么样跟电影有关系，那我就想说教育其实不是只有在学校里面就是老师对学生这样子好像就是传授的方式，其实教育可以有很多种。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话，那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那我可能就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多东西，或是我看电影，然后或是我看一段文字。那我就是想说，因为我自己从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电影的人，然后我会做动画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电影。那我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可以把美术跟电影结合，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电影对我的影响很大。我觉得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电影里面学到的东西，所以我就想把所以我后来就想说我可以用故事来跟电影做结合。对，就是因为故事也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传介绍或诉说一个什么事情的一个过程，
对，那我就设计一个脚本，是有一个女孩，然后她从小就是她看的电影跟她的人生有什么关系，然后把它放到这一部就是动画里面去。可是其实都把你的通报某的案件的事情，你可能连故事最基本的东西你都要这个一项。休息一下哦，等一下我的买过的过程才故事哦。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在里面处理，同人哋讲，伊很用啊去完成伊的通话作品。可是我想问一下处理哦，所以同人讲啊，我哋那天阳的故事，总要安胎安藏伊的故事底部，你这个一定明白系的哈。不是，他是很多，就是很多工作伙伴一起来帮我这样子。但是问题是也要工作伙伴吗？因为头先你这个讲，你这个画图有这个风格啦，好、嘛？如果你这个睇隔天的作品的时间吼，也很用吧？但是拼人用点天数呢？不要以我们的电影故事来说，因为像他是比较贴近我自己个人风格的。那像像就像后面的这些图，我都是画在水彩纸上面。那可是就是一个一部片，其实你在做一部动画片的时候，一个导演要做的工作非常的多，他可能要跟客户沟通，然后我要设定画面，然后我要去想剧情，然后可能还要去联系其他的工作伙伴，就是我不可能一个人就是把全部的就是动画还有场景都画出来。那我那时候就是我有个工作伙伴，那我们是两个人一起，他叫做黄思涵，那他是我的就是我就是会跟他说，就是我的画是怎么样画出来的，所以我会教他怎么样，就是用就是去水彩用水彩画画。他本来是说他好像不太会画水彩，但他做完这一步之后，他水彩就变得非常的好。对，所以就是我们会很仔细的去推敲说这个画面要怎么创造。那最后就是他画出来之后，我会把它放到电脑上面去做后置组合。那这部分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的是，我要怎么样把它再调成是我觉得合适的，然后或是再更贴近我自己的东西。对，以你中意的漫画来讲，好不好？我譬如讲，我讲漫画来讲，其实更加大部分有名的漫画家哈，有归头的，我能够日本也是讲子弟的哈，也会妻子，但是我能其实弄来的。我的那出书，其实如果伊一开始伊接听讲，伊也要通话的内容，伊还要通话主角接听以后，最末伊还要挖作地方咯，伊还要回到家去接接听，然后伊如提上面挖几笔，挖几笔以后，其实如教本伊也要出书，伊要太出书，如可以诶听到伊把伊也要个主角去挖出来，这最末是咩事吧？如果把几多叠丝啦，叠几多点啦，写几多诗才容易。可对你来讲啊，譬如讲你一幅画，这个决定的是哪部分哦？我觉得比较决定在关键的部分，还有我再回到动画上面来说，就是像我觉得可能人物的表情，还有那个就是最后呈现的，就是我刚刚说的后置阶段，我觉得那个是把 我拉回来的一些关键。对，然后还有一个是动态的表演，因为我动态表演我也会跟其他的动画师合作，那我们可能就会讨论很多，就是像美式动画的话，它的动作是比较夸张的，就你们可以想象米老鼠啊，就是那种迪士尼比较夸张的动作，但因为我喜欢的是比较细微细致一点的动作，所以我跟动画师也会在动画角色的表演上，就大家可能很难想象，不就是纸上的动作就是要怎么去讨论表演，可是就是他的，比方说，我觉得这也是动画有趣的地方，因为它跟真人的表演很不一样，所以你要花很多时间去跟动画师讨论说，我要怎么样呈现这个角色的特色，而且是我希望的样子。可是等于讲，金巴完成一些动画作品底部，除非讲有风格，也要给人生的样的，像你这个设定以外，其实。那有几多年去听书去完成一部作品？对。噶，我哋其他上边讲，我哋观众朋友可能过太一点唔对，你讲马甘多风格，
譬如讲，阿能讲头头给给部分吼，给各种爱的我们电影的故事，给部分的风格嘛，吼、嗯、有一点给色神嘛，讲从讲能讲各同化一些的风格，嗯、然后底部嘛有阿能你这个想要讲的对故事底天然底部的影啊，哈、嗯，提出出来，各种爱的功夫呢，也是一种各种能行化来讲吧，也是用来风格啊。它就是一个比较，就像主持人说，它是一个比较童话感的，嗯、然后水彩，然后有比较偏向好像幻想式的插画的风格。对，那个樱花林的呢？樱花林的它就是比较，就是色彩很舒服，嗯，然后很纤细，然后带着一点女孩甜美的感觉。是，好，可以啦，可以改编了，有给我五的给了。我会说它是有一点点神秘，然后也是比较纤细、嗯，就是它是比较纤细的，然后比较细致的一个风格。嗯，那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是，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用文字很难去叙述风格是什么这样子。那比方说，像我跟客户在合作的时候，就是我可能一开始就会先设定好，就是我会先听他，就是跟我诉说，就是说。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先去抓一些关键字，可能我就会抓，就是手绘，然后温暖，然后就是可以打动人心的。那我就会想说，也许就是像这样子，它是比较带一点手绘感的，然后比较有亲切感的。那我再去，我想象出来之后，我就会去设计一个画面，因为其实眼睛看是最，就是最准确的。那做那你也经验底薄呀，我给。一楼对方就讲唔咩唔咩人咩咬我嘅东西，安尼经验冇？有时候会有，对，就是他可能说他希望再甜一点，那想说哎、欸，可是颜色都已经很、嗯、就是，我就觉得很甜了，那我也不知道他那个甜的意思是什么。但也许你再问他，他也许说的甜是，也许如果画的是人物的话，也许是他的表情再柔和一点，或者再笑得开一点点，对。那你可能你就是要去不断的跟他沟通，了解他的意思。可是各种各方面，有几多人的眼泪都没得，有几多人给他观众朋友有点按捺不能的话，你最希望以怎样的去表达讲以爱马的东西？就直接找我的图，然后看他们喜欢的是，因为我觉得用口说真的很难去传达，就是传达比较准确的意思。那如果说是找我合作的客户，他们可能就会拿一些，可能他们会拿几张图，他们说：“哎、欸，我喜欢这个图的感觉。”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去，其实就是回到沟通上面，就是一开始真的很难很难，就是一次就那么准。那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沟通的过程中，就是去慢慢的就是贴近彼此。可是我路边了，能跟我们讲，但是。风格啦，吼，无如果你希望用的一种呈现方式，至少你还一摆可以拿一点你自家曾经挖过的东西，嗯、可能佮想象的东西的话，就讲啊，可能爱也为一点激发风格的方式，哈、嗯，安尼如果你，但是另外一点佮成本问题，你讲，古画面的表现的样个喏，譬如讲，其实安尼从头我讲画面有时间，那一点淡淡一点画面就可以讲出一点可以传达出一种感情啦，譬如讲，你家苏红叶呗。一种图吧，嗯，其实一种图吧，看好了，如一点色墨的可以达美味。但是如果看到一个图吧底部，不管是用的色色，不管是一些色墨的一种表情，你睇到都提供也被图吧底部有一种过沉的这种凝土美味的感情出来。佮种一点安尼图吧底部，嗯，怎样的去传达出你自家想要表达出的情感咯？可能因为我就是。画图的，嗯，那我就会去。我其实我一边画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去感受说，这张图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传达出我要的感觉。但你也可以再更，就是比方说，比方说，如果我要设计这张图是比较甜的，那你也是可以从色彩上面先去做分析，然后还有就是人物的表情，然后去做就是测试跟分析。譬如我跟你讲，也存了两种图啊，两种图把它取，其实两个都是色墨的，一点都黑，一点过简单的蓝色，哈，一点我跟你过复杂一点色，唔怕我哋先来讲下。从下边，如果感觉到讲，其实也黑一点，感觉黑一点，下边落叶暗部呀，其实黑的过沉一点暗部呀，如果。
对心情来讲嘛，系伊的过大伊的心情的伊的发作，唔知道对牙用上来讲。但是从牙发作地方，你这个想要传达的系嘛意思？其实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对，就是一个女生在就是下雨的夜晚，然后好像看起来有点就是哀伤的样子。嗯、然后这张是因为我是画在这个绘本里的，所以它旁边还有一个。看一下，它还有配另外一张图是，就是这边有一只猫，然后这句我旁边有配一个文字是你凝视的那朵乌云到我这里下了雨，所以我就是可能那个猫，因为我们不知道动物的有的时候不知道他们的心里在想什么，那可能他们正在看同一片云，然后也许有一些心事，但是可以彼此共享。所以就是刚刚其实已经有讲到这幅画我想要表达的感觉了，对，所以我主要是抓住那个感觉，就是你大概可以想象说我这张图可以给人什么样的，可也许不会到像文字分析那么准确，但你知道也许这个感觉是就是你想要传达的。可是等于说他在发作地方其实他传达出来的一种意思，其实蛮没属文字而表达的一点内容了哈。对，然后就像就是很多就是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时候去看一些画作，其实你们就是我觉得也不用去真的理解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站在那个画前面去想象，说它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它给你的想象还有那个感觉，就是也许会比它原本。你直接读文字会读到的更多这样。其实画的作品哈，唔像是像爱的那文字用暗色加，但是伊的画作可以带出来的想象比文字还过太。那你每过感伤的秋天来到了现场，同样的分享很多很精彩的故事。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休息一下哦，大家听下咱现场的运通哦。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诶好好运动诶时间呢。我是西诺夫先生，今日我来教大家保健诶运动，系对我诶健筋、运动到我诶肩头，还有手、骨压术啊，因为我诶阿蛮诶人，佮容易肩头酸软、舒磨力。我们今天就来做我们肩颈还有肩头还有手的运动，请大家好好来同西诺夫老师运动哦。阿弟呢，我们开始如对我们手用一套肩颈，我们脚往前一步，手的仰下来，我们对我们肩头黏黏啊，肩头黏黏啊，用手搓鼻手，搓鼻手来，记得多念几下，再回来，我来弯脚弯手，仰上来，先得倒落去哦，稳定好，同我的肩头对等方。慢慢地粘到来，慢慢地粘到来，肩颈用两只手粘鼻松来，粘粘啊，并松来，再来提用鼻手哦，你肩颈要去强松，粘粘啊。对等方粘落来，再来我们用手去搓鼻手来哦，肩颈手规个人身体要够健康，
哦，我们再做一摆脚扬出去，竖向下来，哎，问题选择帮助哦。啊，我们竖向个肩颈对爱下，然后到等方，对等方沿落来哦。肩颈松下，用左臂手，哦，回来我来再做一摆哦，脚扬出去，竖边下来，爱稳定，来我来竖边啊，肩头向，捏捏啊。从颈路边上来，尤其我的肩颈、肩头，一个自从我的看天师，哦，叫的肩头、肩硬，也慢我的从颈路边上来，黏黏啊，哦，搓搓啊，哦，等方挨下，搓臂手来。哦，回来再来一拜，哦，再来眼内视的，再做最尾拜哦。脚记得扬出去，起本来阿竖，用阿肩颈，捏捏啊。哦，捏臂松来，肩头边松，哦，搓搓啊，等放一下，搓臂手。也如我的肩颈呢，运动也慢我的做我的手臂我的肩头黏黏啊，是会仰向来慢速肩颈是的，稍微歪歪，安尼，安尼，颈撸撸边上来，啊，再让俺来同脚打开来，啊，安尼加轻松，加自然，啊。来再来搬手搬脚，来捏捏啊，哦，打开我的两只手，从打开来两片薄薄的，哦，薄一下，我的肩头是弯弯。慢慢地来，边上来，啊，这扑个东岸的树方，边上来，啊，扑扑个，啊，木竹路看到岸的树，啊，你那么没帮到，啊，那些本树，啊，肩头扑扑个，啊，边上岸的颈路。也是最好的运动保健哦，莫少看你哦，啊你要帮你流汗哦，身体都要受风来，啊感冒感冒，尤其眼内颈路肩上来，肩颈、肩头啊你都唔会，来肩上来，哦脚一样打开来。我的书转眼看你哦，书没电又尴尬。我的书哦，它运通一下，我的书去叫摸你运通的哦。哦，转呢十下来，啊、哦、六七八九
室啊，文局来啊，文局文书没电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文书文局，怎样呢？把那书局记得打开来，书扬上去，扬下来问天呢。另外一篇，再另外一篇，哦，那你老人家去叫书啊，你无运通哈，书要扬上来哦。所以，天天先老父先生，我来天堂这家身体，不我的身体，受风来，进入病送来。哦，安尼转转啊嘞，又感觉去爽快嘛。哦，做啊清好。哦，带文书文局哦哈。啊，来病，另外一篇，啊书讲风来。哦，我们用另外一篇哦，转眼看你哦，我们主看电视哦，我还有在运动哦。哦，跳起啊，要忙安尼数，还记得再打一摆啊，扑扑啊，啊，同安尼用松来，啊数变前头，哦，要慎重的方法，安尼对前面后面安尼再做一摆来，慢慢的做，本他家后背来哦，哈、啊，第二呢？都喺眼内，也咧镜头，还记得数脚仰上来，哦，是黏黏啊，搓搓啊，哦，用笔写来哦。还记得阿文数文脚，差唔多眼内都文数文脚，啊，文数文脚，黏黏啊，镜头用松。变热，安尼身体要个健康哦，眼要安尼感冒哦。诶，后面安尼镜头你提吹吹啊，黏黏啊，哦，黏黏啊，又刚刚安尼镜头越来越爽，越来越快乐诶，哦，哦，树打开来，头去变落来，打开来。跳起变落来，左数右数转转啊嘞，又刚刚安尼镜头安尼数，越来越轻松诶么？哦，根本伊咧好好来运动，安尼肩颈、镜头数来运动，他家有好买么？像他家好好啊同西诺夫先生向下快乐来喝。安尼，安尼，下一拜再来聊哦。